农家海鲜一锅出，会不会做？不会做我教你。葱姜蒜下锅爆香，大扇贝啊比我脸都大，皮皮虾、海螺、八爪鱼，少年老抽上色，香醋一定要放的，料酒，哎呦，呼呼，飞了，来点水，学会了没有？学会老铁，给个双击。有多少老铁喜欢吃海螺的？喜欢吃海螺的给大哥点个双击，带你一起吃海螺。裤带揣掉啊！把肝挤出来。太过瘾。皮皮虾还是带膏的比较好吃，笑的。我感觉我说的是废话，是不是？太贵了。有没有被馋到？被馋了，老铁，给个双击哦！我用这一个大扇贝。跟咱家老铁换一个双击行不行？就换一个。哇，大汉堡包一样。这活太香了。老铁，就给一个双击吧。老铁，饿了没？开喽。哎嘿，哎呦我。锅都生气了，怎么这么尴尬？生气了，不要双击了，不要双击了。一起吃扇贝不咯？这才是真正的扇贝肉啊！哇，咱看到这个贝丁，哎呦，哇，精华，过瘾。
好像大肥肉一样。这也是可以吃的，小爆头。哎嘿，哎嘿，表情怎么这么贱呢？哇，爆米了。太香了，嗯，太香了。老姐，给个双击啊！这就给一个嘛。我遇一个拿垃圾桶的帅哥。我大货，我大货，捡了这么多。下面有车。看看我，给孩子，给他孩子。一个就是粪桶 PK 垃圾桶啊。好远才发现一只啊，正在进食的海老鼠。今年赶海的难度就是海菜太多了，都把海螺都给挡住了。一般没有经验的人是找不到海螺的。大白螺，你露了个大白腚，暴露了你。正在吃海蛎子的海螺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这个贼啊，这是丑恶的贼脸，一块带走。这还有一个，这个大石头，我去，哎呀，有货呀！一摇，哎。搬不动，先把这里狗男女给砸住。爷，你也是一个小公的，那你是个母的了？哦呦喂呀！呀，你也是个公的，你俩在这干什么玩呢？哎呀，夹死手套了。